那个小水果刀呢？没走。口音好重，毕竟说了这么多年合谱了，说了这么多年家乡话了，你说突然变成普通话，就是可能有点别口啊，有点别口。弟弟不是山东人吗？对，我就是山东的，山东菏泽，跟那个河南搭界，我们菏泽跟河南搭界。菏泽是冀鲁豫皖四省交界地。忙我上车，等一会儿再上了。呸，等一会儿再上啊，宝宝们别急。我姐姐呢，她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就来了，别着急啊。弟弟是活珠子吗？其实能吃，但是他不让吃。昨天吃活珠子，然后就差点没给抬走，差点没封号，所以说不能吃了。以后在直播间就见不到这个活珠子了啊，以后就见不到了。脱口而出的老铁，这个是啥呢？这个就是习惯了，就是下意识的，就是他不过脑子，你知道吗？说这句话，他不过脑子。如果说这个就是喊宝宝的话，我还得过一遍脑子，就是哦，我得喊宝宝，不能喊老铁，我还得过脑子。可以关美颜吗？别关了，脸有点干了。这两天天气我们这里就是忽冷忽热的，脸就有点干，干吧。关美颜上人。关美颜上人。嗯。关美颜上人，你确定？嗯。活珠子开链接了啊，在下面。现在2.2哈。这小伙子吃的不干净，吃啥都流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汁水太多了呀？嗯，宝宝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芒果的汁水有点太多了，所以说它有点流？老铁不让叫吗？主要是啥呢？主要就是。有的人这边的人听不习惯，算了，我还是开开吧。好丑啊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这谁呀、啊？这不认识啊？这谁呀、啊？不熟，不太熟悉啊，老铁，重新开一下美颜吧。开了美颜就认识了。哎，这才认识嘛。刚才那是谁呀、啊？不认识，不太熟悉啊。小云，那我来了，宝宝们。给我吧，找个盘子。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你看，你都不知道人家为啥要找个盘子，人家说找个盘子是给表弟找个盘子，然后又接着他流的汁水，你夸一下给我，又不是我要盘子。啊，他就是他有了就不用再给他找了呗。你手里的刀是什么刀呀？手里的刀叫陶瓷刀，宝宝叫陶瓷刀。我介绍啥了？我说陶瓷刀，我还说别的了吗？我还说啥了？我的哥，你啥也不让说。不是我不让说。你啥也不让俺说，搁这儿。
他如果没熏，啊，你锁个套餐啊，锁上了啊，还锁上了。嗯，这个芒果太好了，太甜了。海南金黄芒，宝宝们，有没有爱吃芒果的？有。海南金黄芒的特点就是个头大，汁水足，甜，真的是甜，纯甜，可甜。丝也少，核也小啊。我吃的是大果哈，宝贝，也有中果，啊，嗯，中果的话是，中果是半斤起的，中果是每个不低于250克的啊，然后的话，中果是这个是中果的吧？这个问25.9块一斤哈，25.9块一斤吗？这么贵吗？20多块钱一斤，咱们是4.5斤是吧？4.5斤的话。4.5斤得多少钱？25块钱一斤，得100块钱是不是？今天不要100块钱，4.5斤哈，不要100，不要80，不要70，来直接给我上车。中果29.9块，如果想吃的过瘾一点的话，拍大果32.9块，来一号链接。一号链接已上架，抓紧去拍。大果是400克起的啊，宝宝们。中果是250块起的，宝宝们。金黄芒，海南的金黄芒，它就是皮薄核小，纤维少，吃起来非常过瘾，肉非常的厚，甜，嘎嘎甜。对。嗯，点开一号链接，它里面有两个选项，有个中果和大果，它有多少个上面都有标注，宝宝们，一号链接可以直接去拍，咱发的都是新鲜的果子。收到货都是这样的黄皮的，嗯，在家里几乎是不用怎么捂的啊，但是也得捂，你看看是什么样子的，如果说稍微有点泛青的，你就捂一下，捂一下知道啥意思吧？就催熟一下。啊，催熟一下，如果是对一般情况下是你们收到都是都可以直接吃的这种。对呀，芒果要软了就可以吃。收到货如果是青的，宝宝们，咱就去放两天。那个你可以和苹果或者是香蕉放在一起，嗯、不放在一起也是可以的。嗯，放在阳台上。嗯。对。几个呀？嗯，中果的话是6到9个，大果的话是4到5个。已经400单了。再加500单来。500单已加好，一号链接。大部分收到货之后都是不需要。催熟的哈，就是催熟也不用催熟太长时间的哈，宝宝们都是熟好的，也不是太熟好的，也不会说就全熟给你发哈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坏掉，就是几乎不怎么不用怎么去催熟的哈，就是那种嗯，然后它的皮儿也特别的薄，核也特别的小，汁水也足哈，汁水也足啊、嗯。如果是青的哈，不可能就是全熟给你发的，青的话咱就催熟一下哈，跟苹果放香蕉放在一起催熟一下，或者是放在阳台上热的地方放个两天就可以吃了啊。已经600单了。果子一按它有点软了，咱们就可以进行试吃了。金黄芒，海南金黄芒，从海南给你发货啊。对，发货是从广西发货的啊，宝宝们，产地是海南，广西发货，广西发货是吧？对对，皮儿薄核小肉厚，吃起来很过瘾，而且它的纤维非常的少，它的甜度是挺坏果是包赔的，如果是这样坏的话就给你包赔哈，宝宝。对，坏果是包赔的，坏一个赔一个啊，坏一箱按比例包赔啊、嗯、按比例包赔啊。像这种就是放时间长了，对，已经700单了。放着用手一捏，软了就可以去吃了。29.9块是6到9个，32.9是4到5个啊，一个中果一个大果啊。对，到底也是这么大的吗？它里面有两个选项，有中果和大果。如果你选大果的话，就跟我们吃的是一样大的了。嗯，手这里坏了一点。如果你收到有这样坏的，坏果包赔了。嗯，我们吃的是大果啊，大果是400克以上每一个，嗯、然后中果的话是250克以上每一个。对的。你们收到货坏果是包赔的，可以放心，宝宝们。一号链接直接去拍。已经900多单了。29.9块到手4.5斤。海南的金黄芒，宝宝们。太过瘾了，还有100单不讲了啊，宝宝。29.9是那个6到9个，32.9的是大果，4到5个啊，一个是中果，一个是大果。